来到 Melbourne Vlog 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会带你去坐火车看动物、动物还有动物。Scrambling and toast. Welcome to Puffing Billy. 我们订的是十点，现在9:24，9:30就要进到去了。我们到 Menzies Creek 了。Check in and collect your ticket today. 后台会帮你选你的 carry 坐哪一个车厢。我们 ticket 啦。他在 check 那个 train 的一切，感觉还在这里坐了30年。还没开车啊，不准时啊，投诉啊。可是他们这里做工的人真的很 friendly， 很热情哎，我觉得很喜欢。热情哎，每讲一句话都觉得他发自内心。3000 years later。哇哦！脚都飞出来了，壮观哎。冒着生命危险在拍，还要担心电话跌 ，GoPro 跌，里面长这样，妈好玩呀，很怕。Puffing Billy， 有人累了，太冷太累了。我现在是很冰冷，很冷哎、欸。感觉如何？其实有点累，5分钟我就觉得太长了。就这一坐一站刚刚好啊，其实就体验过就 OK。我现在到去这一站 Menzies， 还有很多站啊，我们就没有坐到去后面。这有一点点味道的，那个煤炭的味道。下雨了。Ariel 啊，我们是去到哪里都带雨的，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差不多这样啦，我们是很敷衍的啦，没有什么文化的。太空间的 coffee。耶。爆单了啊，这个。很冷啊，回去的时候就不。而且一直闻到臭炭味。我头发里面有哎、欸，刚才我抓的时候抓到一些。穷酸啊！穷酸啊！加油啊！进来看动物，考拉，两个 admission ticket， 两个 petting 考拉的 ticket， 再加一罐食物，总共127，好贵哦，是蛮贵。Let's see， 看看值不值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动物园。啊，真的吗？真的。Seriously， 我去过动物园，小时候吧，我一点都不 enjoy， 我很可爱。Wombat 什么来的？像一个野猪，野猪这样哎。Hello， 唔烦我啦，食紧嘢啊嘛，你食嘢中意俾人影冇？又啱喎。佢眼睛真大咗。其实很大只一只，弄唔弄唔弄唔弄。Gang gang cockatoo， 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也对啊，如果被关着我也是不开心。像做工这样。Hello， baby kangaroo。你是什么啊？我不懂你是什么、啊，你很大只。Safe distance。COVID 都没有站这样远。他有点厌世哎，他心想，真又来一堆人哎呀。
get it. So grumpy. Today is Friday. 你看旁边那只，它要出去啊。旁边那只好 emo 哦，在这边哦，超 emo 的。emo。Sorry， 我不能喂你这个东西呀、啊，这个太低级了，不是你的。摇曳水墨啊，摸曳水行开啦，一堆鸭仔啊。奇葩。他用手抓着我手啊，真的哦、so cute， 好多心事啊，这是害羞的小手。没有东西吃了 ，sorry， 腻完了，不错，我们都觉得很值得，对，很值得，因为很多 kangaroo， 然后也可以很靠近的摸它，最重要是那个 koala， 哇 ，koala 真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Victor 太可爱了，光在半下雨，不过鸭子就是帮你扫地上的食物，对，鸭子一大堆哦，不过要记得不要一开始就全部喂完诶，其实它。后面还有很多的、就是你不要看到前面太兴奋然后就喂完，是你可以保留，然后走到去后面的时候有一堆的时候再喂会比较好。我就是那个一开始就喂完了我们就以为应该是只有几只，这样就喂完它咯，结果后面有一大堆，超多了哦，不懂你是什么，反正也是蛮可爱的，加油啊，不要给人吃啊。确实里面很干净，维持得非常好，很干净很舒服，而且一点异味都没有，就以为一定会有动物大便味道，也没有，完全没有，跟我印象中的动物园不一样。他不知道他会吸引到一堆鸭子，是他是其实是想要喂 kangaroo， 你看鸭子，你看很多，还有一个蛮大的人造湖吧，蛮 calm 的，我鸭子哎，超多，全部我是大老便在洗屁股还是什么在拍的。Too many days in the darkness, without a glimpse of the light. Running tired and broken and scared, but I swear I'll never give up the fight. 哇，有没有想要这样多诶？今天要等到六点半呐、啊。六点半。OK。一个小时啦。One hour later.他的 secret 被我拍到了，因为我第一站就来了，我就是一定要吃到它，生病也要吃，生病也要吃。班丹可颂超好吃。又回来 South Melbourne Market 喝我觉得最好喝的咖啡，跟吃那一天 Miss 掉的 Pandan Cotton from Agape。 到了我们就跟我们讲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无奈，他就讲哦你在旁边等五分钟，他就出不了，我们就等，硬硬要吃到，很好吃，很值得，比论好吃太多了。论不好吃的这个认真啊，很好吃，眼睛亮了啊，很值得拍。我在想要叫这个还是叫回那个 lobster 肉，可以吃这个，吃这个咯，手一样大的龙虾。又回来这边第二天，我们来过了 after seafood， 哦好 cheesy 哦，我来很开心。到 Melbourne Market 每个礼拜至少来一次移民哦，为了这个移民。 Look at this。有点硬，非常香，好吃吗？可以，就 OK 而已。哦哦，吃完一盘又一盘的，再更大个一点。生病也要吃。得奖的爱死龟苓嘛。这还是 flavor of the month。哪一个是 ？You choose。So difficult。什么大师？好夸张！得奖 ice cream。
录这个 moment 啊。还了车，我们在 pack 着刚刚在 DFO 买的一些东西，蛮多的，要 pack 进去行李箱。本你买要退税的，你又要带着，因为他可能会 check 哦。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次见，拜。